iOne Brosery Plus 是一种大孔径分光光度仪，设计用于测量颜色，并从各种各样的基底上创建特性曲线。iOne Brosery Plus 具有大孔径，可以捕捉更宽的采样区域，可以创建更精确的特性曲线，实现快速一致的颜色。八毫米大孔径色彩采集，优化了宽幅印刷的色彩控制，以及新工业印刷材料颜色管理，如纺织品、瓦楞纸、陶瓷。为了支持更大幅面的样本扫描 ，iOne Brosery Plus 配置了一款26英寸长的标尺。该标尺还支持扫描和传输，用于测量特性化和背光应用的织物、薄膜和玻璃，用于单点测量模式，还支持 M0、M1、M2 和 M3 的数据读取，以提高速度和精度。包括偏振滤镜，有助于减少反射、阴影和强光的影响，以使用一种提升色彩测量的准确度。iOne Brosery Plus 还具有增强的显示设备的测量和校准功能，它支持高亮度显示设备的测量，最高亮度可达5000尼特。iOne Pro 3 Plus 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可供选择。iOne Basic Pro 3 Plus 用于显示工作流。iOne Photo Pro 3 Plus 支持显示和 RGB 打印工作流。iOne Publish Pro 3 Plus 支持显示、RGB 和 CMYK 打印工作流。最后 ，iOne Pro 3 Plus 与 X-Rite iOne Profiler 专业色彩管理软件协同工作。